今座是礼拜五，今座啥地方不去？今座等了，就是我酒店后头就是叫 Mount Roberts， 搿只 trail 呢，好像来回要七点几嘛，反正我先走过去再讲。而且是难度比较高，今朝这条 trail。早上想，今朝没吃大餐，今朝吃了伊拉超市里买的叫 banana bread， 还蛮好吃嘞。我第一次吃过一只，今朝又反正又吃大半只了，应该吃饱。早上想有眼 drizzle。现在也有些，反正也无所谓，我雨披打了还。看几个前头路非常的陡啊，争取大概吃中饭辰光走好，走好以后再去吃顿哈，哈哈，太好吃了。今朝不出海呢，就不需要穿厚外套。因为这种爬山歇歇就老热了。哎呦，上山的路已经走了三分之一，我都有只 viewpoint， 但过搿只岛叫 Douglas Island。我搿搭酒店旁边有条公路，有座桥就好过去，我还没过去过嘞。Anyway， 非常的漂亮，看来今朝天气还可以。而且不算老热啊，搿搭是山沟沟里的景色。我要绕上去 ，fine， 继续走。但是我来乘缆车下去，下去下头就是吃蟹的地方 ，perfect。前头走到一半走不上去了。阿不走上去，这条 trail 特别特别好。阿我嘞下头就是老陡的峭，阿不是峭壁，反正就是坡度太大了。游泳上头山上头有猛松鱼蛮结棍的，阿我嘞下去又老松的，视野又不好，所以后头而且后头前头有一个 hiker 伊先上去，伊讲前头反正有积雪，还没化脱。所以伊也就半途就回来了，搿我想人家老巨啊不上去了嘛，我也就算了不上去。看上去是蛮吓人的，所以我现在就下去了。下去了大概还撑勿着搿个 tram 缆车，我自家就回到酒店，一路爬回到酒店下山。阿拉酒店好像个 tram 有的优惠票，什么廿三块来回，比侬直接买要便宜，直接买是三十三块来回。搿是条细路，反正就拨侬看 view。那只marmot了还望风景，有人听到我讲闲话应该吓，不要怕，小朋友不要怕。你可以望出去风景的搿能了。Said of Juneau's population lives. The entire Juneau borough has a year-round population of around 34,000 people. The island's highest point is Mount Ben Stewart, and it was named in honor of Benjamin D. Stewart, an early mayor of Juneau. The island also